好，我是妮妮，终于又来了一个新的影片。这次影片是要开箱，因为我收到一个礼物，算是礼物吧，就是一个包裹。这个包裹它上面是熊宝贝，然后我在想，因为蛮轻的，我在想说是不是衣物香粉袋，好像是，因为上面你看怎么写，衣物芳香袋。就是不是应该是觉得怕我衣服带走吗？好，没关系，我也不知道，我现在可以打开来看，然后看里面是什么东西，这样子。然后这个礼物是会再送的，所以先感谢，谢谢你的礼物，还有之前的礼物，感恩，谢谢。好，我们现在来拆喽。我好像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好，我了解了。我想应该是为了可以让我传说打得更好。感谢。总而言之就是，大家，因为我没有要特别把它弄什么东西，就是这个保护贴，应该是专门就电竞保护贴吧。然后就是比较灵敏，然后可能就不用。Facebook， 每次看我 Facebook 都好差，我觉得我手超脏。里面还有噔噔，姐姐的影片，对，照片，好可爱哦，难怪说叫我挑一些情侣照片。这个好像没附在本。把它贴在浅浅小窝上，然后他应该会觉得说，对，这就是我的家那种感觉，不对，他的小窝才对。好啦，那我现在来打开里面的东西，应该就是保护贴加它的配件吧，然后是胶水。那因为其实啊，我自己以前就是有在通讯行上班，所以其实我蛮会贴保护贴的，就是朋友可能自己买保护贴。可能买来就是叫我贴这样，所以其实我还觉得我还算可以，所以就是可以顺便教大家就是怎么贴的漂亮，然后可能也比较不会失败这样。然后它这里面是这样，这张，不过应该对，这是雾面的，那应该会很好用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工具，它有一个。教大家怎么贴，就是其实自己贴比较划算，因为其实你去外面贴都动辄好几百，可能上千啊。那其实自己贴，你就是大概只要买保护贴的钱，然后就是工本费可以自己省下来这样子。那因为其实保护贴它是消耗品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也可以顺便学一下，因为其实现在大家都有智慧型手机，然后其实每天都在用，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需要。就是常常更换，就是一个定期的消耗品这样子。我决定把浅浅的照片给他贴在他的小屋上，这样让他知道就是他的地方。不过他应该认得出来是他。好了，大功告成，我们邀请浅浅进来啦。今天跟我讲一下感想。好吧，总之谢谢辉仔喽，拜拜。